杨紫主演的女心理师是根据毕淑敏同名小说改编，主要讲述了女主角赫顿建立自己的心理咨询室，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中人和事，然后利用自己的心理师的专业来为他人疏导所遇到的生活中心理问题，并帮助人们摆脱心理困扰的经过。杨紫从小就作为童星参演过《我爱我家》，到现在成长为影视圈里女演员，她的演技自然是很场专业的。在《女心理师》这部剧里，她充分演绎出了女主角的真情实感来，让观众为之点赞。